到了，开门。丰臣秀吉的居所，油花。好吧，不要乱画好不好？人家是有咒语的。咒语是什么？母亲大人要上厕所吗？请进。很容易腻。没错，我们要去哪里？日本。日本的哪里？大阪。还有哈利波特。跟什么？马里奥侏罗纪。啊，对。小小兵，没错，这一次总算是要去大阪环球影城，期待超级久。这次还西上两老，耶！下一位，怎么有那么专业的人？哦，怎么会这么美？有吗？头发偏乱了。没有，就是顶多就是印堂长一个痘痘。那个阿姨跟叔叔喂，哎，全家没错没错，突然忘记了秋元，要在频道公布我爸的名字是不是？这样子可以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很 OK 啊。好，疫苗接种证明要跟你借一下。好专业哦，对，好可爱哦。平常疯癫成这样，怎么今天这么专业？专业的，来今天到哪边？我们家要到 Osaka。Osaka 小孩也都有打疫苗吗？有一剂。怎么会在 vlog 里面出现这么多朋友？是太急躁了，现在才七点。你真的好急躁，你几点的飞机？9:30。好孩子。不是说今天员工很多吗？我今天早出门哎、欸。我们刚刚已经补 PY 了。好好哦。豪华经济舱的位置，脚比较宽，荧幕比较大，椅子比较舒服，可以比较早下飞机通关，这个才是重点啦！耶，大爸，我们要来啦！到了，哥哥到大阪开心吗？开心。最想要去哪里？大阪环球影城。OK。我想要玛丽奥的帽子。哦，好，已经在许愿啦。这是他的那个。这是住新锥桥，所以我们要坐南波。好幸运哦，碰到会讲中文的服务人员。那等车的时间，来买一个冰淇淋吧。耶！阿杰，请给我三下，我要重来了。这我的。他说他也要。你也要？那你牙齿不会痛痛吗？不会。你牙齿会不会痛痛？不会。不会吗？你确定？对。你也心虚哎，你会不会痛痛？不会。好是吗？我想吃。我也想吃哦。那你去找爸爸拿钱去。妈，你的车不会是几种？好甜，草莓，走喽，草莓冰淇淋，不用退钱了。住的是我们之前2019年的时候来的时候住过的饭店，那饭店当时才刚新开，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它就好像关起来2年吧，今又重新开幕，整个饭店的感觉很棒吧。
是我爸和我妈他们的房型，房间算是中规中矩，对，这个房间中规中矩。他们家厕所我一直都觉得还蛮厉害，是你其实如果在日本要找到像这样的厕所，其实是偏难的。它的空间算蛮大蛮不错的哦。我们家是什么？好，那我们先去看我们的房间 ，Go。比较大的，为什么没有洗澡的地方？有啊，怎么会没有？妈妈，厕所很大哎！哇，这个厕所很棒哦，这房间可以，很可以，大家非常可以。我们就出来吃个东西，还顺便把晚餐预定好了。今天吃什么呢？第一餐。Yes， 我要是 shake shake， 我就是喜欢 shake shake 啦，我窝囊。Oh yeah！ 好潮哦。琳琅满目的。妈，我买到这个了，河马。结果你最后还是选了河马。卡通世界和现实世界都是河马。喂。可爱了，因为居居小朋友的只有在专卖店才有，大人的也是。Oh, Koki, you're so beautiful。这 Q 到爆哎，但是就是蛮心，就看看就好。但真的太 Q 了 ，Oh my god！ 有想要的人请到专卖店来买。嗯，怎么样？好累哦，久久没出国，感觉怎么样？好累啊！累瘫了。因为今天大家有点太早起床了，明天我们还要再去大阪环球影城。我们今天应该会等一下会去吃烧肉，然后接下来会很早很早回去休息，养足精神。哟。你这个太高了，你不行啊！在饭店柜台人员推荐之下，我们来选择的餐厅。没错，就是这个。听说很难订哎，我们今天运气不错哦。哎呀，真是对不起，搞错了，原来是这一家呀！来哟，进去了，进去了。到我们的包厢了，今天四大两小，好像是五个大人的位置，所以会有点挤。饿爆，哎呦，饿爆，必须大吃特吃啊！这个肉，饿爆。对，这个是生吃的。然后，因为我们点了一个是个人的套餐，然后另外是四人份的肉。哦，看这个油花。哇！其他人谁吃？
陌生的味道。开始烤啦！吃啊吃！来，大家累不累？累。累呀、啊。吃的。累不累啊？各位，非常的好吃，非常的软嫩，非常肥厚，非常容易腻。有爱心耶，妈妈你看，我肉还有爱心的肉，有肉变爱心。我已经这么觉得油腻了，还有爱心，好负担。哪里哪里啊，真的是爱心耶。你要吃吗？好啊，你给我的爱心，我当然要吃。我爱吃爱心牛肉 ，from my son。刚好。嗯，真的还很好吃。你还要吃吗？然后你要吗？你好厉害哦，一直烤给大家吃。啊，给阿妈，给阿妈。嗯，谢谢。继续吃。来看我飞起来喽！家人吃完饭就是这个样子。各自手机，各自想睡，困饱困饱。玉珍啊，怎么就只剩你还在吃嘞？好奇，没吃过。吃完饭了，这是一个我觉得挺有味道的小巷子，里面有蛮多，似乎是很热门的小店。哎呦，观光客要拍照，哎，观光客，观光客的老公，妈妈想去尿尿。你，安，今天是第二天早晨，现在要去大阪环球影城，我们等一下移冲，等一下过好了的就移冲到马里奥世界去库巴那个地方玩。一冲是什么？就马上冲到，就马上去那个库巴的那个冒险场玩。好，就是爸爸说那个侏罗纪世界场会让人死掉。啊、哦，有可能。因为我最讨厌 ，Oh my god！ 我玩游戏最讨厌被冲湿了。真假的？真的。那我一定会让你湿啊。Where I'm going is in fire, 给你们看沮丧的两个小孩。傻眼，放下他！啊，这是红色特暴龙吗？不是，是可爱的。哦，快速通关的感觉超赞的耶！原来这个就是花钱呐、啊！爸爸不要乱画好不好？人家是有咒语的。咒语是什么？Good morning， 也不 Good morning。前几天太累，今天睡到10点多、11点才出门。来，我们等一下要去哪里？啊，大阪城公园。然后要怎么去？坐地铁。哪一条线？啊，我也不会说。是要坐几站？4站。然后就要转车吗？不用，走路就好。哦，走路就好。你们知道为什么都问我妈吗？因为是我妈排的。很多人就说怎么样可以跟长辈一起出去然后不吵架，首先就是你的长辈如果很聪明的话你就不会跟他吵架了，因为我们就是不管走到哪都还是要靠我妈，包括我们之前去欧洲啊，然后想要去什么那个风车那个地方叫什么，我妈去的时候，对啊，站单，对，然后很多交通的那个就是路线要怎么走我也全部都是问我妈，然后就是等我妈安排，所以全部都是阿妈，所以阿妈全都知道呢。对啊，因为我妈就是一个很喜欢旅游、很喜欢做功课的人，所以大家出门就是非常非常的 easy。今天的行程就是交给她了。第三天我们就是会走一个银杏枫叶路线，然后接下来就是吃饭逛街。明天要回去了，怎么那么快？对啊、擦个泪。我本来还以为可以再多待一天。你还要上课，哥哥。你现在在哪里？快点到！
ます。ご注意ください。今天的观光客行程，大阪城。哇！太美了，有红有黄有绿，啊，天空又晴朗，怎么那么适合居住啊？今天是假日，所以人比较多一点点。以前我在采的时候，阿妈都会跟我说。以前我在采的时候，对阿妈都会跟我讲这些，鞋子会黑掉，小心里面偷藏一坨大便之类的。好多红色哦。在这个护城河这边看鸭子，今天好像活动，人很多，风景很美，人很多。想拍照都好难哦。总算到了，我们大概就在中间拍照，慢慢的走，吃一点东西，大概耗时了一个半小时吧。好松散的行程啊，现在总算到了，我们现在才要进城哦，还没有走到那个天阁寺。妈，看这里。啊，我看，怎么了？哦，都干了。这里本来是一片水，一条河吧，护城河。它会干掉了。对，它干掉了。那进去喽，到了。大阪城丰臣秀吉的居所，附近就是还有一个丰国神社，是祭祀丰臣秀吉的。他写说祭神。然后是丰臣秀吉 ，OK， 这都是我看那个 Google 上面看到的资料，我是纯粹转述而已，不好意思啊。我们现在进来了，一个人600块，中学生以下小朋友不用钱，65岁以上大阪市民不用钱 ，OK， 这句话是废话。连进来前量个体温都排了一下队，还好昨天经过了环球影城的洗礼之后，这一点队伍对我来讲不算什么的，我很 OK 啊。好美哦。原来它是主要室内3楼4楼不能入门，其他地方还是可以小孩。后面这个风景太美了吧，很赞的，你看。金碧就辉煌，各位不要怀疑，你们看的是秋叶的频道没错。哇，这个是什么家徽对不对？看到这种印章都会想到一个故事，就是请大家这种印章千千万万不能盖在护照里面啊，很多人都会拿那个护照后面的备注页然后盖这个，不行的，那个护照就报销啦，知道的吧。现在拍走路的影片我特别的小心，因为我现在从侧面侧拍我现在就是一个窝囊废，对不起，因为我的稳定器买归买了，但我就是设定不起来啊，各位，所以我现在只能调整我的手速跟稳定度，还喜欢吗？好酸哦！给大家看一下，今天天气真的很不错。上次看老高的影片说什么有一个什么外星星球啊，很漂亮，有黄色、绿色、蓝色、红色，这就是日本嘛！哎，太美了。这几只鸭子都是从南西北来的。妈妈，鸭子怎么不飞啊？一家人不管走哪，就是不停的在买贩卖机啊。在台湾已经喝够多饮料了，现在日本喝更多啊，不得了，欣赏欣赏，佩服佩服。好，我也让，为了让孙子看到。我也知道。
是这样吗？是，你也在帮忙哦。对，到站了，到站了。好，我们要下来咯。终于到站了。等一下，还是会要换车吗？不用了。没错，下一个目标来到哈鲁卡斯展望台。各位啊，这是钢线吗？钢线。钢线啊，居然这边刚好意外有灌篮高手的展览啊！各位，要买潮牌还是要看展览？啊？怎么啊？你干嘛？逛街啊？看上面，看上面。现在时间差不多5点，天已经快黑了，等一下就可以在这边多待一下，可以看得到夜景啦。因为现在冬天，日本天黑的好快哦。大家如果想要拍照，都记得一定要3点多4点就觉得要赶快拍好，千万不要想说，啊，我等下5点出来再拍，马上让你拍到一个大天黑。母亲大人要上厕所吗？请进。太美了，那是厕所，我吓死我了。啊，这个阳台也很漂亮，这是16楼的阳台，不用花钱的。就如果你只是纯粹想要来这边拍一下的话，我刚刚看了一下照片，这边白天拍起来也是很漂亮的哦。大家可以来一下。他们今天的穿搭重点是什么？来，毛毛外套啊，Jordan 的毛毛外套。再来嘞，UGG 的靴子，UGG 的雪靴，然后再搭配上2顶日本买的帽子啊，日本买的，第一天买的，我们是第一天买啊，我们是在之前在台湾就买了吧，没错，然后就两位一样的造型，你们的小配饰是什么？Luigi， 你呢？Mario， 没错，昨天环球购入，今天继续用，购入了，算是让这个东西继续打回本一点。以上各位孩子的本日穿搭。好，晚上现在把小孩托给爸妈之后，我们现在要来逛街啦。只有2小时，还是一个半，一个小时15分钟。先来。Acne 一下，每一次来大阪都会吃这一家的章鱼烧，每一次哎，真的不知道为什么，在这个美国村附近，我就来吃这一间，可能就是刚好都逛街逛到就累了，就开始吃了。日本的章鱼烧都软趴趴的，太烫了。好吃吗？好烫，太烫了。我看 vlog 发现一件事情，我在 vlog 吃东西的时候，常会为了要讲话，嘴巴都会张得很开，看起来有够丑。我要现在改变我的吃法，要看起来优秀一点。
最后一颗，给我是不是？好的，我要一棒。逛街逛累了，现在吃晚餐，现在时间9:17，就是这应该算我们今天的正式的第一餐，就是前面就吃一些什么麦当劳的薯条啊，然后一份章鱼烧这种。没办法，时间太宝贵了，现在才有时间吃拉面，而且是把小孩送回去以后，爸妈先帮忙带完，才有时间出来吃饭。4天网，我记不到好不好吃，门口非常多韩国人在排，想说跟着吃看看好了。主要是因为我想吃辣味的拉面，可是刚刚附近好像都没有辣味的，只有这家跟一兰有，就想说一兰平常在台湾也吃得到，不然来这边吃这一家看看好不好吃。早安，现在已经退房了，然后离开前小朋友说想来就是再喝个水，给大家看一下这边是这个他们的公用空间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，是有这种洗衣机，然后吸烟室，整个饭店都是禁烟的，跟一些可以装了免费的水跟投币机，因为他们房间没有提供水，所以他是给水罐，然后大家可以自己来装水，然后都有这种免费的咖啡机可以使用，我个人是觉得还蛮方便，我妈咪还蛮喜欢的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很大的空间，像这几天就是有球赛，就是整个氛围都还不错。这是我们寄放的行李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再去我们最后一天的行程啦。啊，那边的空间我觉得也很棒，因为有人在使用，我可能就不方便太过去，就是这样子的感觉。然后这个是 lobby， 我很推荐这间。然后很多人看到我的房间已经要说房型是什么样的房型，是豪华房。豪华房的话才会比较大一点点，不然的话，像我妈妈住的是一般的房型，就是其实空间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小一点点的，但厕所又比较大。OK， 哎，马嘞？他们走的。他跟哥哥用走的。对。喜欢这个饭店 ，Hotel the Flag。OK， 唯一的缺点，我觉得算是缺点，是它附近呢有2家夜店，但是老实讲啊，我说实在的，我觉得对我来讲影响不大。我觉得对我影响不大，原因是因为我其实晚上也不会真的到说那么晚2-3点还没回家，甚至有感觉10点多11点回家的时候，他们其实都还正在准备入场。然后半夜像我昨天真的是2-3点才睡，可是其实也没什么听到太大吵杂的声音啦，我觉得还好，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OK， 吃饭去喽，一天的第一餐。因为呢，大玩转有家旭旭苑，我们就来吃旭旭苑了，开心。哎，我们的肉来了。它总共有3个套餐，这个是3000多的，然后这个是多少啊？4000多的，然后这个是6000多的。后来我再加点了一个这个牛舌。写3合1啦，可能就是不同种类的牛舌。我是爱牛舌的人，一定来吃看他们的牛舌，好吃吗，弟弟？他们的饭真的好好吃哦，那个凉拌的菜也好好吃。因为在附近虽然都餐厅，但是有点小小怕踩雷。既然如此，就是旭旭苑吧，开心。最后
后一天，因为听说现在机场海关人很多，搭飞机的人也渐渐多起来了，所以我们决定早一点到机场去。但是要先去一个百货公司，但只能看一下下，就要搭电车了。对，本来不想说出来的。我们等一下是6:50的飞机，但是我们想要3:50就先到机场报到，这样子才比较不会等太久或是进不去。再见了大阪，再见了美丽的姑里谷，我们一定会马上再回来的。喜欢什么？回家。啊，最喜欢回家。你呢？你开心吗？开心。我最喜欢在大阪环球影城玩。那你觉得哪个设施最好玩？我觉得是马里奥里面的库巴城。啊，好，换你，你知道要讲什么？那你觉得什么最开心？去马里奥拍照。去马里奥拍照，你觉得最开心哦？对。那个让你开心，太好了。那个等了一个小时，开心吗？开心。开心吗？公务员，阿公开心吗？你叔一直传照片以外开心吗？开心。带着家人暌违已久的出国，算是以大阪来出发，算是蛮顺利的，因为毕竟都算是熟识的玩法跟熟识的地点。好的，我们等一下要 check in 了，希望一切都会顺利，不要卡在海关。顺利办理报到了，我们在还没开台的时候就来了。可是呢，为什么最近这么早来？是因为听说现在大阪跟东京的海关都要等超级久，就是他们都需要出来捞人，所以我们完全不敢怠慢啊。再加上我们有一个急躁格围，所以我们不可能延迟。真的很多人呢，你看大家其实都还蛮准时的。我是建议最近如果要出国的人，还是早一点到机场会比较好。最好真的就是抓一开台就来，因为很怕在海关那边会卡住。现在4:41，我们大家来看一下，好，42分，我们来看一下到底通关要花多少时间呢？你是不是一直在录啊？我们大概花了20分左右吧，终于排到这个出发口这个地方。我们现在才要进海关呢，进安检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一下到底要花多少时间，因为等一下进去也不能录影，这样刚刚因为影片太长了，所以就被切掉，就是记忆空间不足，所以接下来就是让我用嘴形容给大家听。好，我们正式通关完成了，刚刚在里面过海关，过安检过海关又花了一些时间，现在是5:17，所以算一算，我们应该差不多这样子从排队通关到城，就是进来，大概花了快40分，35分，快40分，所以大家真的时间还是要抓一下啦，好不好？然后现在最震惊的是什么？星巴克没有开。在这个地方，在这边油价全家开到6点，我们赶快冲去买了一些东西，然后再加上我们刚刚来之前在市区买的 Hubs， 我们现在把它吃掉了。耶呼，能够在机场吃到 Hubs 太幸福了啊！过个海关怎么感觉特别累啊？日本再见了，我们要上飞机了。No， No。马上对面找到右转，谢谢。31排，还 OK。我跟这是21姐姐。
到台湾啦！刚刚飞机上面的咖喱饭蛮好吃的，算是最近吃到比较惊艳的一个。不错。啊，去日本的时间真的过很快，上次两天觉得过很快，这次四天还是觉得过很快。可能下次看看一个月会不会觉得过很快好了。没有啊，乱讲的，没有那么多的假可以请。好吧，不知道大家这次看怎么样。我只能说，我稳定器买了，但是因为一直始终没有调好，所以这次还是靠着自己的力气去稳定它。不知道大家看了之后有没有觉得比较好一些些？我真的下一次会努力，但是啊，稳定器的东西真的好重哦，哎，真的是很犹豫。没关系，持续努力，持续精进自己的设备，好不好？也有可能就直接选择换一台更携带、更好携带的东西，GoPro 之类的。啦，那这样子，希望大家喜欢的话，记得要帮我分享，然后帮我按个 like， 按个赞，然后帮我留言，记得追踪起来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